哎、欸，等一下，哎、欸，等一下，我的画面动了，怎么会？哎、欸，它会提示我，是不是？一个坑还没玩完，没有，我打算这个坑赶快把它结束掉。我的声音够大声吗？我感冒了一阵，然后结果。最近讲话都会还是会卡痰，就很尴尬啊！这个麦克风实在是太麻烦了，等一下，好像前面超多线的。好的，我们今天玩这款游戏，大家都知道了。嗨YK， 嗨嗨艇仔，谁？你说谁？发动引擎吗？你说对，发动引擎。好了，我赶快把它解决掉。我会越开越远呢。啊，那如果我不触发下一个，不就这个船？好，我们不应该狙，就是。拘泥于一些有的没有的，我要点下去吗？啊 ！Oh my god， 弄掉了！哦，没有，我继续点是不是？好的，我的手受伤了。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家人可……哎，太快了！我要从头开始探索这栋房子。好，还有套配音，你们自己看好了。呵呵，嗨，猫飞，推什么挂着？你的化痰止咳的酒呢？多喝几瓶啊！我也想，哎、欸，它做的蛮美的哎、欸，但是不是还蛮不错的？我可以往回走吗 ？Someone had put up a chain link fence, but it looked like I wasn't the first person to hop it.这可以跑吗？哎，这是破土破土吗？我可哎，我不能跑，还是其实我有跑这个键？没有，好吧，我们往好处想，这个游戏只能走就代表我十一岁以前一直住在这里，但有一半的房间他们从不让我进入。往好处想。不用跑的，哎、欸，这是花哎、欸，长得真他妈怪。不用跑的游戏就代表不会有怪。你们会就是会晕吗？Inside the mailbox, Bill. 七年前的账单上面写着紧急，请立即开启。我可以拿吗？哎，我不能拿，毕竟这是冒险游戏，这也不是什么解谜。I hadn't been back since my brother Louis's funeral. 自从我的兄弟 Louis 的葬礼后，我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呵，嗨，妮娜，没有不用点，什么不用点，摆着游戏它就会自己玩啊？真假的？真假的，所以这我不用解谜，是我其实很喜欢。那我想跟你们讲，那个我的声音还 OK 吧？我很喜欢这种山涧哎、欸，还有瀑布类的。Inner will, my mother left me a key, but didn't tell me what it unlocked. 打开你的心房。Maybe she thought I'd know. 这是什么 MV 的那种？那种。感觉啊，好的，我的那个奈巴今日卡痰音量注意真的是不用扯了哎、欸，所以他就是我就一直走就好了，我也不用点什么的。嗨，月影你好，你好啊，我会哈哈。
你会晕对不对？欸，我觉得我也觉得有点晕欸，可是我不会 3D 晕。他在讲话我都没有理他，我把我的台灯关掉，不然会反光。哦，看，哦，这路好怪哦。好，我不能跳。是我的电脑的关系吗？是我电脑的关系吗？ The truth is, even after I inherited the house, I never thought I'd come back to it. 谁失踪了？好恐怖的游戏哦！这不是温馨游戏吗？But now I had questions about my family that only the house knew the answers to. 有关家人的疑惑，只有这栋房子的人才可以帮我解开。The house was exactly like I remembered it. 看起来不太像豪宅，我一直以为他们家住豪宅。我一直以为这个游戏的人都住豪宅啊，不是豪宅啊。我以为它是一个就是豪宅的。欸，我喜欢有这种两条路上去的感觉，可是我不喜欢他要走这么近然后才有一间房子，我觉得很恐怖。 As a child, the house made me uncomfortable in a way I couldn't put into words. 我现在也觉得不舒服。 Now, as a 17-year-old, I knew exactly what those were. 所以是什么感受？ I was afraid of the house. OK, 好，谢谢你，谢谢你的解答。而且我不喜欢这种很大的房子，然后完全都没有人。我觉得对我来讲，这种大房子至少里面要住，他的房间数量再加两个，我没有办法。我是这间房子的主人，我可以直接进去吧。这是。摇椅耶，是不是我？哎，等下你们如果会觉得我的就是我的钥匙。I hope the key might unlock the front door. 啊，打不开。不要看。好，我拉起来了，好紧张哦。Looking in.I felt like the house itself had been waiting for me. 简奥，好的，可以从里面溜下去欸。会觉得晕吗？我在想是不是我的电脑的设定欸，还是不是？谁会做？天哪，是风铃。这里没有那个点欸。哦，天哪，可以不要这样吗？ Crawling through the doggy door used to be a lot easier when I was 11. 我们离开那一晚被切断了。等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啊？这是他家，但我感觉不太像他家。还有很多的狗饲料，以前有养狗狗。希望这个游戏不会让我哭。他们的家真的很大欸。都没有人了，可是东西都还在。欸，太邪了吧。 First time in years. 这门要怎么开？哇， I felt like I was home. 他的厨房我喜欢，然后只有一间厕所，不行，不可以。如果要这么多的人住在一起的话，But instead of a family, 至少要三间吧。
两间卫浴，欸，不对，看几个人住吧。如果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加爸爸妈妈的话，我觉得至少要四五间厕所。哦，我喜欢那厨房，可是它的，欸，苹果派。Like how after Louis started working at the cannery, we all got sick of eating salmon, except our cat. 鲑鱼罐头 ，apple pie 耶。好的，这个食谱，六杯削皮的苹果，当然要切啦。然后两个汤匙的水，两个汤匙这样。一汤匙的柠檬汁，二分之一杯的糖，二分之一杯的那个 brown sugar， 就是那个，好，大家都知道。三汤匙，那什么字？什么是 S A L？ 哦，那个是，他说什么写字要连在一起啊？三汤匙的高筋面粉，这是高筋面粉没错吧？还是低筋啊？高筋吧。一茶匙的肉桂粉，然后不对，一茶匙，四分之一茶匙的。那是什么啊？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查一下哦。这是什么翻译台？这是什么？哦，肉豆蔻，它叫肉豆蔻。肉豆蔻。哦。然后四五间，整个房间都是厕所，没有好吗？他们房子很大，欸，然后八分之一茶匙的那个姜末还是姜粉，然后八分之一茶匙的盐，对，然后还有派皮，对，酷哦，好多的那个哦。Or only one restaurant would deliver to our house, so we had Chinese. 所以你们都吃中国菜，可以看你们菜单吗？中国菜，我喜欢这个，那个，可是我不喜欢我的厨房，就是很后面。这边是有可以看的吗？冰箱不能开，我其实还蛮羡慕有人家的那个冰箱是这种，就是只要按下去就可以倒冰块。我们家要，我们家的是那个冰盒，你要打开那个抽屉，然后捞冰。我喜欢，这是煎薄饼的盘，那个锅子，欸，好，不行，我们不能在这边驻足太久。欸，我喜欢它，这是拖出来的，欸，是吗？哦，不是。不符合那个大小，有些桌子是你可以收进去，又可以拖出来。怎么了？嘻嘻，糟糕，嘻嘻安安。欸，他们有微波炉，欸，烤箱应该在下面。对，我还蛮喜欢就是这种的。好的，那我们，欸，暖炉，好久不见，暖炉。我之前，欸，也太多那个了吧。太多罐头了吧。嗯，好。他们这个走过去跟这边走过去。这边应该是餐桌吧。这是血吗？你看的那一碗一样。
It was like a bomb had gone off, killing everyone but sparing the furniture. 天哪！到底发生什么事啊？感觉我要探，我要了解，要了解很久。这桌子有点定咯。这是那个奶奶，欸，她的氧气瓶。我也写错了吧？My mom was the only one of us who could imagine Great Grandma Edie living in a nursing home. 猜想到曾祖母。油灯欸，太猛了吧！啊，这是什么？哦，这边后面就是那个车库。好的，嗯，我要走过去了。我喜欢这里，天哪！ Nothing in the house looked abnormal. There was just too much of it, like a smile with too many teeth. 我喜欢这里，天哪，它的这应该是。交易厅吗？还是客厅啊？我喜欢这里。Oh my god， 它那个落地窗。Even the fireplace had a story. Edie told me the bricks came from the original house after it sank. 我喜欢上面的阁楼，是阁楼吧？我觉得它还可以再更大一点。我之前去美国找小阿姨的朋友的时候，他们家也是那种有点，就是有一个阁，也不算阁楼，就是客厅也是挑高的。这是真的木头吗？他们给我好不一样的感觉哦，因为他的餐桌看起来很乡村，可他这边。我不知道，我觉得他餐桌跟厨房那边让我觉得不太舒服，可是在这边就好多了。赶快跑！我们先开这个好了。我声音有点小，不是啊，这不是，哎，为什么不开了？我还在活在礼拜一，为什么？我为什么还活在礼拜一？大约两天。Hi Rachel， 画面卡是正常的哦，真的假的？好漂亮的房子，真的很漂亮。我要转咯。哦，是顺时针。啊！怕爆。Barbara 是谁啊 ？Great Grandpa Sven built a music box for Barbara, along with the rest of the house.好的。哦，刚刚从那个就是厨房就是走过来，这边是刚刚一直想要打开的前门，这是放衣服的地方。好多信哦。My mom wasn't much of an optimist, but Milton, she never stopped believing that my brother Milton was alive. 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找到，就是失踪的那一个。天哪，好多故事的家哦。龙卷风。A lot of things got left behind in the whirlwind of that last night. 很多东西都被带走。我有戴项链呢，可是我肚子有点凸。比如，这是怎样？哦，不要，好可怕哦！哦，这是书房。Edie told me once that every finch who ever lived is buried somewhere in the library. 好，他被封死了哎。什么声音啊？一楼逛的差不多了，可以从这边开门吗？
没晒。好，那我们就上去咯。这应该是，哎，等一下，等一下，刚刚还有个地方没有看，这里。Mom always told me to stay out of the basement, so I wasn't too surprised when the key didn't fit. 地下室最恐怖了。Milton. After Milton disappeared, Mom sealed up all the bedrooms. Then Edie retaliated. 把它封起来，可是是为什么？我喜欢这个角落，就是哎，跟下面的椅子是一样的。我喜欢这个地方。哦，怕爆这个，我真的被吓到。爷爷，我被你吓到了，爷爷。为什么？这明明不是恐怖的游戏啊！它真的全部都封起来了哎、欸。可是为什么？没有人要进出了吗？好怪哦。等一下，他们家全部人都死掉了哎、欸！这也不是很意外啊，因为毕竟这游戏本来就……等一下哦，他才十岁而已哎，十岁，弥勒的十……对不起，好冷哦，他才十……真的好怪哦，怕。I spent a lot of time playing in Great Uncle Walter's room. I think my mom. 不是我卡，刚刚台的确也是卡了。什么？延迟六分钟？是我本人延迟六分钟还是？等等等，那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哎，对，银阁遗失很多哎。现在我要怎么办？我上次也是这样子。可是，我看一下哦，我要怎么办？要怎么看有没有谁在给我偷下载？你家网络有点卡，我影格遗失还蛮高的哎、欸，完完全全不吓人。哎、欸，真的哎、欸，那个。很卡欸，现在才发现。等一下，我看一下实况画面。嗯，欸，会卡欸，会，网络的关系。你不是要说这个？对，卡莉怎么了？啊，怎么办？那这样子。怎样？我换了电脑，我还是不能实况这个游戏，是不是？我真的是不知道讲什么哎、欸。你今天生日吗？哎、欸，对，529哎，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走音。哎、欸，他的那个是一个拖车。Louis told me there were secret passages, but I never believed him. 哎呦，开了！Turns out, my mom is really good at keeping secrets. Now it was time to find out what my mom had been afraid of.哦，这什么啊？好恐怖哦 ！Milton， 这是一个小隔间呢、欸。Reading this, maybe it sounds like I have a plan. 跳绳 ，Milton。From the paintings on the wall, it was clear my brother Milton had been here before me. Milton 在这里生活吗？不可能吧。
But I had no idea what was behind that door. Just like I had no idea where all this was gonna lead. 天哪！真他妈怪！这是 Molly 的房间。等一下，该不会那一间其实可以通到任何一间房间吧？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一间房间哎、欸！啊，然后我走不过去是怎样 ？I grew up looking at Molly's room through the peephole. Being inside for the first time, I felt like I stepped behind a painting. 她的房间还蛮棒的哎、欸。就是一个小女孩梦想中的房间，打开看，这游戏不错。谁老了？那个生日，天，太可爱了吧！好可爱哦 ！Molly's tiny bedroom with its own even tinier gerbil cage. Molly， 我可以从那边打开门吗？看也是不行哦，对，他已经封死了，他不是锁着，他是封死了。我这房间不错，但是他的窗户太小，我没有办法，我需要一个很大的窗户。但这边真的蛮不错的。I got the sense Edie had spent a lot of time here before my mom sealed the doors. 亲爱的日记本 December 13th, 1947. Dear diary, I'll be gone soon, but I wanted to tell somebody about what's gonna happen. It started when mom sent me to bed without dinner. I woke up and I was starving. 我现在是 Molly 就对了。So I looked around for something to eat.我先去看我的小老鼠，沙鼠的食物。哦，我介意，不好意思。那我来吃个鱼饲料。我想过怎样？哦，哈哈。I thought about eating Christopher, but I held back. 好好笑、哦！我还没有进去过，就是他。等一下，这位小女孩有自己的一间厕所吗？而且是仅只有厕所，哎，不是卫浴。这等一下，这太高了吧？这怎么冲水啊？I kept eating and eating. 哦、oh, ，我没有要你吃那个，其实，我只是想说，有没有什么可以触发的？好，我出去吧。我如果不触发，就直接出去会怎样？算了。南瓜。天哪，你这个坏小孩。My Halloween candy was all gone. 好，我们出去吧。天哪，他妈要 ！Mom, can I come out now? 他妈要饿死我！他妈要饿死我！你他妈要饿死我！好 ，OK， 我喝马桶水。Then I heard chirping outside my window. Hi, 燕子。It was a barn swallow going back to her nest. 哎、欸、，I reached out. 哦，我该不会掉下楼了吧？什么东西啊 ？And suddenly, 哦，我变成猫。I was a cat. 那很好啊，我现在有九条命哎、欸。
tried to be quiet, but the bird was really scared. 我可以跳很远欸，我如果我玩黑魂也跳这么远就好了。哦，它是会触发就对了，我不是想跳哪就跳哪。嗯，在哪？这是什么？连我这样看都觉得很沉。I jumped and I almost got her. 天哪，他们有树？这树屋吗？我不是当一只，我不是一只当，我不是当猫的料。跳不上去啊！这游戏这么好，这游戏这么好控制，我竟然也可以看我跳不上去。小贪吃鬼。I could tell she was getting really tired.我不能玩第一人称游戏，为什么？天哪，这个是 Oh my God， 我不要，好恶心哦！是，这什么地方啊？好哦。Now I was in a big tree. I promised that I wouldn't climb it anymore.我们现在想要吃鸟吗？ All I cared about was eating 你有吸什么吗，小妹妹？你没事吧？你怎么会想要吃鸟？好，我知道了，我变成一只猫。I gobbled her up.And suddenly, I was an owl. First, all I heard was the wind. Then I heard little teeth nibbling in the grass. 啊，我是要去哪里？哪里？我不是当鸟，我不是鸟欸。Rabbits. 哪里有？哦，我看到了。追兔子是吗？啊，那些兔子。啊。哦，那个声音。I imagined his face looking up and seeing mine through my talons. 你明就有脚。And I didn't chew one bit. Then I flew off to find something bigger.万年老痰又在这里，没有，我感冒，然后我现在就讲话就会哪里呀、啊？哪里有兔妈妈？不好意思哦。A mama rabbit。哦，哦，他还会就是指引你耶。这怎么感觉跟刚刚那？哦、那个声音。She was almost too big to carry. I started choking, but I couldn't stop eating. And suddenly, I was a shark. 我是一只搁浅的鲨鱼。哦，啊，好痛哦！什么啊？我要不停的抖动是吗？这等一下这。是有点呛欸，我好像那个鲨鱼抱枕哦。哇！
I rolled off a cliff and into the ocean. Now, I was hungrier than ever. Eh, I'm dope.什么都没有啊，难得看我玩游戏不能夸哦，可以啊，可以夸。哎，这什么？是同伴吗？这有点难哦，还吵还吵，这有点难游。 我在哪里呀、啊？为什么会有海豹？是双鱼，太强！我会被我自己挡住哎、欸！我发现，我不是一只好鲨鱼。 不要哦！不要哦！我不要是那个哦，干你老师！ 我真的快疯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当怪物也不好当哎，而且我也太强了吧。 超大声的好吗？哦，我被我自己吓到了。不是这里。 好久了，嗨水草，嗨安安，你好，好久不见，我长得好。I wanted to stop, but also I didn't.
有三个人而已哦。After the last passenger, I was still hungry. 我不喜欢 Molly。我是说这个故事线。So I swam towards it. 哎。I slithered onto the sand, and the good smell went into an old pipe. 好的，我现在要。哦，我想要那故事线可以，嘿，这是我房间欸。I got closer and closer. All my stomach started growling. And suddenly, I was me again. I held my breath for a long time, but I couldn't hear anything. I think it's waiting for me to fall asleep. But it's not going to wait much longer. It needs to be. We both know. 很美味，好怪哦。它是真的吸了什么东西呀？完全看不懂哎，然后可以把那个毛毛虫拿走吗？I'm not sure if I believed all of that. 好，我们现在我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家族书。我，嗯，有点看不太懂。我还活着，没错。哦、oh, ，最下面的那个根是爷爷奶奶吧？哎，奶奶活得蛮久的呢，到2010呢。然后再来是 Walter， 他说是谁啊？什么伯祖父还是什么的？不知道谁。然后，所以我们现在要找出其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总共有十二个人。我们要找出其他十一个人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全部家族的人都死了，我一定会先哦，我会难过。我还是觉得很怪，我还是不懂他到底想要。现在这边不能开了。我只能，那是一个鲨鱼耶、欸、嗯，等一下，不是从这里吗？我看着那个 Molly 的。I can't describe it, but I felt like some part of Molly was still here.他们的屋子其实盖得蛮棒的耶，我蛮喜欢的。This will be obvious later, but my mom never told me any of these stories. Edie would have, but mom didn't like bringing up the past. Huh? Though, when we adopted a stray kitten, she was the one who named it Molly.的，这是谁的房间呢？太多鸟了吧！曾祖母。I spent a lot of time in Great Grandma Edie's room. 他都有把他们那个哎、欸，就是
Edie knit me a new pair of gloves every year. 实况两个小时，你猜大概是一点半过？哦，我今天不会通关啊，但不会哦。我是 Edith， 我要了解家里的诅咒，原来我们是被诅咒哦。Louis， 全部人都死掉，到底？Louis died a week before we left, but Edie had already started to memorialize him. 我们全部的人离开，好像没有全部，有的人去世了，但有的人离开了。怕爆。Her room was like a museum. Wow. For 500 years, the Finches have been famous throughout Norway for their fortune and misfortune. Odin Finch. Ingeborg, 好难念哦。Odin Finch buries the latest victims of the family curse. His wife Ingeborg and their newborn son, Johan. 我们有诅咒就对了。哇，他把我们的房子。On January 7th, 1937, he set sail with his family and his house, hoping to leave the curse behind. 喝个水。But 40-foot waves off the coast of Washington send the house and Odin to the bottom of the sea. 什么？ Odin's daughter Edie, Odin 的女儿 with husband Sven and baby Molly, 就是我的曾祖母。Step ashore on their new home, Orcas Island. 被葬入新家墓地的，天哪！ Odin Finch is the first to be buried in the new family cemetery.His daughter Edie is already dreaming of a new Finch house. 这是这个是 Whatever's wrong with this family, it goes back a long ways. 算了，反正就是我阿嬷的爸爸，就这位。他好爱鸟哦。等一下，他这个布这间房间的那个格局跟我小阿姨的还蛮像的，他们也是这样走进来，然后这边是那个床。那边是，面对窗户，然后右边他们其实是衣柜啦，然后也没有那么大间。我想要去看，他没有，你看吧，每一间都有厕所。说你妈妈坏话。Even in her 90s.Sometimes Edie seemed a lot younger than my mother. The only trace Grandpa Sam's first wife Kay left on the house was the pink bathroom. It was a pretty big trace. 我喜欢。这种浴室我有看过，我觉得超酷的，就是我怎么讲，就是它只有一半，然后是这种有点像那种门，我在讲什么，就那种门，可是我觉得台湾很少见欸。我又要，这是万能锁吗？来打开别人的心房跟日记的哦。天哪，是立体书。好的。There's a secret in this bathroom. 并没有放在橱柜。It's in the last place you would look. 天哪。It isn't in the cupboard. 天哪。It's hidden in this book.
这是这叫什么暗房吗？天哪！Sven gave Sam an old camera. 这是洗底片那个地方叫什么暗房没错吧？我的妈的！这间房子超怪的。又是 Milton。是 Milton 的房间吗？哦，我烦哦，这游戏真的超怪的，不，存在异味。可能是因为立体的关系，我觉得他给我的毛骨悚，也不是毛骨悚然，就是那种编排。这是 Milton 的房间吗？哦，不是欸，是吗？喜欢他的房间，他们其实蛮有钱的吧？每一间房间都有他的特色欸。等一下，我要看清楚。他，你不要每次都蹲下来好吗？我想看清楚，这是有点像一个小书桌，下面就会通到他阿嬷的暗房。好哦，然后这边把它隔起来了。不能过去，这什么东西呀？为什么会需要这个东西？哎，这有两张床哎，所以是两个小男孩。Sam，什么？这是我爷爷。I knew Grandpa Sam had a twin，对吧？欸，他们房间很夸张的酷欸，他竟然还有桥，我的妈！我可以过去吗？可以耶，太夸张了，嘿。是哪位？吓一跳！嗨！我今天玩的游戏超卡的，你关台了哦？哦，好，我想讲废话。太夸张了啦！太赞了吧！太夸张！是小孩子的天堂欸。I guess my grandpa didn't like history any more than my mom did. 哎呦，好的，我们来看他的身世之谜了。下定决心就绝不动摇。How I want to remember my brother. 我是一个掰咖的小孩。The thing I remember is that when he made up his mind, that was it.欸，我可以荡秋千欸。Barbara到底是谁？ My brother said he'd die before he ate another mushroom. And he did. At Barbara's funeral, we swore we'd never be afraid again. And he wasn't. 欸，这做得蛮好的欸。至少我这样子玩，有种在荡秋千的感觉。可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实况上看起来会不会超卡，可能会瞬移吧。这段真的很奇异，哪一段？超让人喜欢的设计。对啊。Maybe if the wind hadn't picked up, then maybe he'd still be there. 飞向宇宙哦。But I doubt. 怎样啊 ？I think he'd already made up his mind.粉红色的厕所很猎奇，我以为我脚断了，你知道吗 ？That's what I want to remember about my brother. 我还需要，
第一人称视角真的是，我需要做任何的动作吗？还是我就这样荡就好了？什么？我现在要干嘛？等一下。如果我荡不高，我不就一辈子卡在这边？嗨，你好，头骨。延迟攻击？没有没有，哎、欸，对我网络好像有问题、欸，我其实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好不容易换了电脑，想要玩好好玩游戏也不行。难道我只能玩黑暗灵魂吗？快点给我荡啊！怎样？干嘛捂着头？我哪里错了吗？我是要……等一下、啊，怎么荡不起来啦？卡关啦！荡秋千卡关，到底想怎样？有有有有有有，有机会有机会！有有有有，飞起来了，恭喜我！好，这个哥哥就是玩荡秋千玩到摔出去，结案。猫的应该就是自以为变成猫，然后跳出去，结果摔死。嗯、好的。伟大的太空人，After the funeral, Edie roped off Calvin's half of the room. 嗯，看得出来，这设计还蛮棒的哎，走不过去。吧，这不好玩哦，是吗？嗨，你好。No say no, no say no do 巨高症都发作，我是觉得还蛮好玩的啦。好的，每一扇门都不是门，我们要去找，踏入那个房间，这是爷爷的房间。十八岁的房间长这样子也是，哎，其实看得出来，就是这算是比较是大人的房间，不是大人啊，就是青少年，因为他的那个床比较长，小朋友就会比较宽比较大。嗯，好难过，真是受不了。好、哦，不要哦！这个书很令人生气，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么多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为什么那么多的这种生物啊？这间房间的机关太多了，我才刚出来就冲着我一个鬼脸，想怎样？
小朋友们。The passages were a pretty tight fit. 我想要去前面看。They'd obviously been built for smaller hands than Ellie's. 怕爆。我们回来这边了哎，我们绕了一圈。Barbara， 哦，前面就是 Barbara 的房间，是酒柜呢。来看一下，不要蹲，不要蹲。可是这边全部都是红酒吧？黑魂佳佳，搞得我好头好昏。有没有检查更新网卡？哎，好问题，更新网卡要跟哪里呀、啊？哎，卡住了吗？你什么时候才要被耍到旁边去啊？对，耍到海边去？什么是被耍到海边去？对啊，哎，好延迟哦！你们现在还在推毛毛虫，打的现在才显示出来。哎，为什么我的影格仪是我超卡哎？连线的关系吗？怎么办？我要怎么检查？我觉得是连线的关，我觉得是连线问题，网络问题。五分钟前打的，可我现在刚好看到了你打出来，怎么办？我不能玩了。好哦，右下角没有，我没有右下角，我没有那么多正妹的那个照片。冷静，大哥你冷静，大家冷静欸。你可以跟画面聊天室对一下，我现在刚好对到。哎，你是说我自己从那个OBS 看到的聊天室，还是Twitch 后台的聊天室？你们超慢的欸，我现在刚好看到猫费说卡莉那边是延迟多久啊？好延迟哦，卡莉的聊天记录会有超延迟的问题。对啊，怎么会这么延迟？好延迟哦，那我是不是应该要重开比较好啊？怎么会这样子呢？读聊天室就很延迟。我现在12:01刚好看到猫飞打的12:01的话，我有追上你们，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网络的问题。啊，而且它这款实况起来也卡卡的，是怎样？我显卡要爆了吗？还是这只是我的网络问题而已？不可能吧，我才刚换电脑欸。我觉得不是显卡问题，因为我玩起来还蛮顺的，就是不会卡，就是视角在转动移动的时候是不会卡的。但我不知道，我觉得你们会看起来那个聊天室会看起来就是很烫。哦，那我们好了，那我不知道他刚刚进度保存了没。总而言之呢，我们刚刚从这边进去到 Molly 的房间，走外面过来，接着进到了那个奶奶的房间。奶奶房间应该是这一间吧？是吗？对，奶奶的房间。哎，不是哎，这间。接着钻那个显影的那个暗房的地道，到那个男孩们的房间 ，Kevin 跟 Sam。接着呢，我们又爬过去那个九角，来到了这里。嗯哼。好啦，他都讲 Barbara 了，那我们现在应该
去找 Whenever people ask me about my family, the first thing they always want to know about is Barbara. 就不用先上楼了。Edie 的父亲 Odin， 哦，就是他后来建造，然后他是搬家，他为了逃离那个诅咒，在搬家之后，他仍然，他是第一个在搬过新搬到新家来这边之后，第一个被葬在这边的人。那我们去看 Barbara 吧。好啦，怕爆。Barbara 感觉是小朋友欸。好了，保存了。童心，可是他一直都只有一号表情欸。这里真的他妈可怕欸。Growing up, I always thought of Barbara as a child star. 欸，没有，我没有要进来。好了，我们保存进度了。那我们就先到这边好，反正都刚好存着档。哎，天鹅湖，好，他的房间我蛮喜欢的，我觉得很有安全感，我很喜欢。嗯，我很喜欢。可惜的是他没有厕所。现在有厕所的房间是 Molly 跟那个真那个祖母的而已。嗯，对。而且只有祖母的比较大间， Molly 的只有他只是厕所而已。好，我们今天看了 Molly 跟 Kevin 跟。其实，哎，为什么？为什么 Edie 的那个画像没有出来？还是 我是不是没有解到？因为我竟然先出来是 Odin 而不是 Edie。哎，我再回去看一下好了。不妙，不妙！进去，进去！这样子我要爬很远呢。可是。他会让我这么简单就过去吗？怪怪的，不行，我要再回去。闪啊！要一直爬也是蛮累的欸。什么东西？关灯了。嗯，好的，祖母的房间。被龙扎死跟被龙形的溜滑梯杀死，对，我真的没有解完。One summer, they evacuated the island, but Edie refused to go. For a few weeks, she was a celebrity.I hadn't thought of myself as Edith Jr. for a long time. 今天没喝酒。没延迟了吗？没有延迟了吗？有吧。我看一下。还是有啊，超高的欸。Windows 更新。可是我现在是新的吗？就我没有什么更新可以跟了。你是不是电脑不够强大？我的电脑没有很强啊。但应该。也没有弱成这样吧？你是不是又拿铁板开台？没有，我现在是拿桌垫。先说这款不是吓人游戏，不是 jump scare 就对了。等一下，我没有看到，这什么好恶哦？什么？没有看到啦，
怕爆。通常他们都会有一个文件类的来介绍这个人的一生。真的哎，他好热衷于，也不是热衷，就是他。Great grandma had always been the family's biggest fan. Louis， 这感觉有什么可以？哦，他在走的时候在帮 Louis 秀那个他的那个，就是怎么讲，他的金，这算什么？捉金，就是去世之后，他就放了一个纪念他，有点像我们的塔位吗？还是台位？牌位？总而言之，就是一个纪念用的啦。找不到，还有哪里可以触发？为什么要搞得像解谜一样？重点是他妈妈竟然也把他阿嬷的那个门锁起来了，这我真不懂。这是我们家欸，虽然我空间概念不是很好，最右边那个是我们的一楼的那个读书的地方，所以我们这间房子只有三楼而已，加一个地下室。应该是这本吧？嗯，不是吗？挪威耶，怎么办？卡？有人玩这种东西会卡？会卡关的吗？可是为什么伊莉没有出来？不合理啊！而且我一直觉得他们一直在叫，有蛇欸。好多鸟的名字哦。好吧，那我要相信自己了，我要继续走了。芭芭拉那段玩过了吗？还没。我要准备关了，因为它刚好欸。什么？这边也没有吗？这边也没有可以触发的。那些鸟是不是死的？嗯，它们死掉了。所以他就放了一个来纪念他。嗯，好吧，因为我刚刚要准备玩到 Barbara 那边，那欸，这边有个门也不能出去，就是玩到 Barbara 那边，那因为他刚好保存进度，所以我觉得我想想时间也差不多了，就玩到这边，然后下一次就应该会从 Barbara 这边开始玩。可是我觉得可能后面吧，因为我们刚刚去了那个Kevin 的房间。照理来讲 ，Sam 跟 Kevin 是住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他们解出来应该要是一样的，可是他们不同的时间线。我想一下哦，1947，哎。他去世那年刚好是 Molly 出生那年欸，而且想不到 Molly 去世之后后三年 Kevin 跟 Sam 才出来。等一下， Kevin 跟 Sam 是 Edith 我们主角的曾，是他阿公欸，是他的爷爷。然后 Molly 又比 Kevin 再更大，也就是说Molly 根本就不是小朋友欸，我一直以为 Molly 是他的妹妹或是谁之类的。
哦，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1917年，芭芭拉一定要玩，会是？不会啊，我不会剧透，我只是怕我没有玩到。还是其实这个游戏不会让你有没有触发到的地方，顶多会跳，但不太会卡关。哦，会跳的意思是，先来后来而已吗？还是说有看到跟没看到？哎，我们来，那我们现在趁现在来，那叫什么？那是谁 ？Sven 吗 ？Sven 是 Adi 的老公，他后来也去世了，被龙杀死的。刚刚有讲。然后呢？然后 Barbara， 他跟 Kevin， 他比 Kevin 早走，哎，真的好怪哦。Molly 只有10岁，没有，其实这跟剧情没什么关系，只是我个人想要弄，就是，搞懂而已。Barbara 有16岁 ，Kevin 也有11岁，Sam 比较久，33岁。不是按照家族数，但你可能会错过某些人的故事。可是我看到有圈圈的，我都会点欸。还是有些东西要走近它才会出现。我是每个地方都有换过一遍啦。还是我现在其实就已经有东西漏掉了。母汤哦，才刚开始欸。Molly 那边吧 ，Molly 那边我比较。他扮演的东西实在是太强了，我没有办法，是蛮强的。我比较在意的是，今天画面这样这么卡，我只是想要好好玩一款游戏，我想好好把它结束掉。因为我去看过这款游戏，对，游玩时间大概2小时多吧。紧凑一点的话，因为我很喜欢散步。Milton 在很后面，他错过了。每个东西都去看就不会错过了。我以为 Milton 是最主要的，欸，因为从我还没有来到这间房子之前，一路上全部都在讲 Milton 去世不见了还怎么样。真的好怪哦，真的怪爆了。最晚去世的是，我不知道这是谁，是他爸爸还是谁？然后这个是他的兄弟。哇哦！等一下。Louis，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吧。我是觉得很酷，就是不是很好。你跑的时候，我现在其实跑起来很顺，只是实况的关系，你看这边有个秋千，我是一个很会想很多的人，所以他们如果画那种一点点的东西，我就会觉得是不是在讲什么，是不是谁又怎么样了，是不是小男孩怎样，他是不是因为什么所以才去世，我真的是受不了欸。你看这边又有一个 Milton， 我真的要疯了。而且一转过来就是这个，这一定是故意的，故意摆在这边。
Barbara 诶他蛮他也才16岁而已这个他手上拿的那个拐杖不是他弟Of all the stories people wrote about Barbara's death, I'm surprised Edie saved this one. Oh, Jack here with another ghastly tale inspired by America's most unfortunate parents. I'm calling it the surprising ending of Barbara.我喜欢这画风过气的明星这样讲别人言辞可以去 Google 没有开台过就不太懂言辞我刚刚看一下应该是网络的关系啦或者是我等下可能要去看一下就是是怎样天哪Unfortunately, her scream hadn't aged. 现任男友 Rick. Getting better. 好恐怖、哦、I think you just need the right motivation. Her biggest fan and current boyfriend, Rick, was about to demonstrate when. 太痛了吧 Sven. Now that was a great scream. It was Barbara's father, Sven. Walter.He'd slipped into a table saw and had to be rushed to the emergency room. So Barbara got stuck babysitting her youngest brother, Walter. 上传是不是不够？我也觉得应该是。什么？ Okay, I'm hearing frustration, but I'm not hearing terror. What if I tried... A gang of hoodlums in Halloween masks have been terrorizing Orca's Island tonight. Police are urging residents to...You're right. Also, I loved your delivery on that. Why is your basement door locked? Because my dad likes making puzzles in secret passages. There's a key hidden in the music box. 是我等一下要去地下室。Secret is to keep winding and winding until finally the key pops out. Thanks, babe. 他死掉了。怎样 ？20 minutes later, Rick hadn't returned.So Barbara went to look for him. 哦，我要打开是吗？在多写。She reached for the music box. 怕爆。And as she wound the key, she listened for Rick, but the house was silent.And imagine the worst. Yo. This is 什么邪教？我要疯了。The gang's leader is the infamous Hookman Killer. 这是我爸爸，他是爸爸啊。就是他不是手被用到吗？Trying to scare you to help you find your scream. Well, I'm not scared, Rick. I'm furious. Then act furious. All I'm getting from you now is that you're hurt and confused and... She threw him out, but she kept a little something to remember him by. Barb, have you seen my other crutch? And she was still holding it when she fell asleep watching the late, late picture show.
later. Barbara! Walter, what's going on up there? Ah! Okay, I'm coming up, but if this is a trick, you're dead, Walter. Oh! 想吓谁啊? Walter睡在哪里啊? 我少那么多的骷髅头, 我要疯了哦。 哦,他是故意的, 不在这里就对了。 也不是这里吗? 还是这里? 6 feet tall, with a steel hook for a hand. Residents are urged to lock all doors and windows and notify the police of any suspicious activity. Why is there a gun? Oh, he just took it. And was speechless. He was quite smashing. Change game, lah. Okay, change game. I'll play this one. She played her part beautifully. 可是Walter在哪里啊? She thought about abandoning Walter, but just couldn't do it. 不对啊。 哦,我要从这边出去是吗? 哦,我是不是换游戏? 没有换游戏, 这是同一个游戏, 只是他都会走那种画风不太一样。 走太慢了吧，小姐。按到了。哦，太恐怖了吧！ She listened for his breath. 要不然是Walter回来吧。 All she heard was. 谁啊？ He was coming from inside the house. 怪物们是 She saw what kind of monsters they were, and she realized what was about to happen. She was going to be famous. And with her final breath, Barbara Finch gave the performance of her life.
我大概懂了哎。So did her fans. Of course, the police blamed it all on poor Rick, who disappeared the same way.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有杀人。And little Walter, hiding under his bed the whole time. He took it all pretty hard. 他的耳朵。Another story. As for Barbara, tucked inside the music box, 总而言之就是他被 they ever found of her. 杀人魔给杀了。之类的吧，是吗？就有一个人来到他们家，把他给杀了。但是他弟弟躲在那个都没有出来。好，我们再爬回去。比折灯还 OP。底下总是一定是有个什么东西。这边都晃完了，那我们就往上走咯。啊，不对，我应该要先关掉才对。所以我是要去哪？ Mom must have locked the third floor stairs on the night you left.这一间我还没有来过哎、欸，哎、欸，哎、欸，等一下，原来这就是厕所、喔。为什么他的是厕所啊？1976、1977，他是谁啊？他只有一年哎、欸。是谁啊？好的。It's funny. 差不多。All those times I played with the music box, I never found the basement key. 对，我先到这边好了。关掉游戏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吧？会吗？书都合上了，还有笑声。影音，什么东西？影音？哦，影音不同步啊！靠北。太可怕了吧！我来看一下，大概是从我开始玩游戏就这样子吧，是吗？我得想一下，因为之前用桌垫开台的时候不会这样子，可是最近这几天，像上次只是聊天也会。延迟很严重，头痛欸。今天算是，我来那个一下。对，今天 Part One。哦，天哪！可是他，我知道他不是可怕的游戏，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给我的那个算是压力吗？让我觉得非常的紧张，就我觉得好像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又没有发生事情。我觉得唯一比较没那么紧张，应该就是荡秋千那边吧。周遭很安静，是空屋。哦，对，就感觉就只有一个人。哦，拜托你玩到后面，等一下我会崩溃，是不是？
有几个超嗨的，是怎样超嗨？是你说的超嗨是很恐怖，应该说压力很大的那一种超嗨吗？还是还蛮不错的那种超嗨？你超喜欢的，比 Molly 还嗨。Molly 没有很嗨啊，我觉得 Molly 没有很嗨，我觉得刚刚那个比较嗨 ，Barbara 比较嗨。Molly 我觉得就只是比较猎奇的点哦。你说还是你说的嗨是指猎奇的部分？那我真的没有办法哎。鲨鱼在地板上弹跳，我觉得还 OK。猫头鹰抓兔子吃，我也觉得还 OK。但是变成怪物，就是那种深海的怪物，我没有办法。那对我没办法那种的哦。放个音乐就可以，等一下来关台了。我现在放，应该也没有什么消音不消音的，所以我决定要放我想听的歌。最近很常听的一首，超常听，我只要一回家就直接马上听这首歌。真的有腔的那种，吸毒吗？我其实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不是对的，就是当我看完每一个人的故事之后，都会有一种他是不是在暗示什么，就我觉得每一个他讲的他们背后的故事，我都觉得不是他讲的，就是不是完全他讲的那样子。就像 Molly 说他变成一只猫，变成什么？就不，我觉得不是真的变成一只猫，或者什么，或者是那是谁啊 ？Kevin， 他飞起来什么的？因为我觉得那，因为可能是他们写的时候的语气是小朋友，所以就会觉得说，以小朋友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会是什么样子。虽然 Barbara 当时他也没有到很小，但也还算是未成年。我觉得用这种暗喻，或者是用这种叙述的方法，会让人，因为他也不讲明到底是怎么样。你想要相信他是这样子，那就是这样子；那你觉得他不可能是只是这样子，那就不是这样子。虽然我不知道到最后面结局，会不会就是一一的，我是说主角会不会一一的带我们去更理解每一个人背后的故事代表的意义。不过我现在目前这样看来，应该是，就应该说我现在目前看来，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他们背后都有各自不同的意思。好啊，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太延迟了，太延迟，所以如果是我的话，很延迟，我又看不下去了。我来想一下到底是怎样。不稳定，我觉得是连线状况，连线的状况哎。可是之前我用手机开台，我也是用家里的那个 WiFi， 我得思考一下。应该是，我觉得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就是如果开游戏的话，会没办法。好的，现在这首歌
已经晋升到，我觉得他很嗨耶，就是晋升到我每日必听之歌。我很喜欢那旋律。哎，为什么会是随机播放？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虽然我不知道延迟多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不要不要不要，等一下语无伦次。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然后之后那个游戏后面就看是明天还是后天玩。我今天比较晚。但是因为我今天回到家，我从回到家一直到算刚刚嘛，就是9点10点的时候才把事情做完，才洗完澡，然后本来是想说休息一下，可是我觉得已经很久没有开了，我想要最近玩一款游戏。就随便哪一款都好，我想玩一款游戏，所以就开了刚刚玩的那一款。连线的部分我还要再去看一下，到底是要怎样？我都只有想都没有开。你说我吗？我没有开，觉得自己超废。没有，但是我也没有很常开啊。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因为隔天你还要忙，要工作，你可以玩网站上架干，你这样会误导大家。我不是只有上架而已。你知道今天，因为我也不是美工，我也不是艺术系设计系出来的。然后我就有听到我的，反正我有听到在讨论，就是其他人，就是别间公司做的那个图片很漂亮，然后我就很无奈，因为我也很想要做漂亮，可是我没有办法。好久没看到你的 Pinko 清单，哎，你们现在要看吗？我现在可以点给大家看，大家看啊，我。是不是要那个一下？我要遮一下哦。我有没有什么不该露的啊？没有，好。因为我开了很多分页，要找工作什么的。哎，是什么？我的信箱。我觉得这很夸张哎，48小时内出货这。压力很大什么？好美哦！看一下，我的 Pinko 已经我的信箱应该是可以点的吧？应该不会有什么东西出来吧？泰国记下单就享红利3倍，我现在红利不多不少，可是。我刚刚是酒精延迟购物车。我刚刚是不是？是吗？是吧？算了，反正大家也知道，没差，你寄钱给我好了。这还蛮可爱的雪消。购物车，以前没有什么东西，我很怕有一些就是隐私的什么的，什么鬼的。我们听点，不需要听那么嗨的。对不起，他还在跑为什么他跑这么久？为什么啊？对，不要，我的购物车
欲望清单才对。我的欲望清单就这些，新增的字不来隔开那个界限，你可以看得出来以前都会买这种就是废物，但我没有买啊，只是很想要，可是后来觉得我也没有用到，就这种贴纸啊。然后从这边开始，因为我想要买饮料提袋，但后来妮妮缝了一个给我，所以我就不需要了。啊，这就只是看看，1980花不下去。然后餐具袋也是因为之前要换，那现在也是我买了另外一个是漱口的。然后这边这两个，对。然后这边要、因为我想要换那个，我想要买就是这种玻璃吸管，可是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家里有。它是塑胶的，但我觉得不需要为了买而买，我就先把现在仅有的用好，用好用满就好了。您慢熬夜，明天不要跟我说很累。欸，我没有熬夜，我等一下就要关了，好不好？看个拼亏都能卡，我没有卡，它是刚刚跑不出来，不是我害的。哦，我买的是这个。我买的是这个，然后我买的是蓝色的，这个超可爱的，这个是盘子，对，看得出来。然后这个是筷架，然后它会有那个小小蛋，超可爱。我现在想要买的是这系列的水彩教学套组，然后我想要先买松饼的。它虽然有分第一颗、第二颗、第三颗、第四颗，但是好像就只是主题不一样，因为它即使第一颗，它还是有分难度。然后就是我之前看到想要买的，就是一堆湿的跟重的，然后这个大豆精油之前。有开台做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然后哦，这个我觉得超酷的，就是那个抹茶组。哦，然后这个香水，它其实有分男生跟女生，然后我会点送男友专案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不是要送谁，而是要因为他说因为是。木质调跟中性香，然后我比较喜欢这种的。我不想要，就是因为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分男生女生，因为也有很多女生会买木质调的。然后我蛮想要这种的，但是我没有闻过，所以我其实不知道。我自己觉得，我应该会喜欢烟草跟松木，或者是。没有闻到都不太确定，或者是薄膜或野莓吧，不知道。总而言之就是这样。他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好像是女生版的吧？是吗？夏季气味。薰衣草，玫瑰，赞哦。我还蛮想去的，就要等我之后有钱再说，那不是很重要，毕竟我现在有万宝龙了。它这个很酷，但我就只是觉得很酷而已，没有要买。它就是那种抹茶组，然后就是有附这个杯子。这好美哦，看起来好舒服哦。它其实也没有拍什么，但，这是主图。就那组合就这样子。抹茶，这什么粉吗？跟它的杯子。然后那个茶，我忘记它的名字叫什么了。
对，就这样子。洛可可焦糖红茶是，哦，是茶叶。哎，这间店我知道，哎，它是不是有？好像有开在那个台中。好的，就是这样子。我现在比较想要买的就是就这个吧。然后其他是想要吃吃看，玫瑰荔枝粽乳酪蛋糕听起来就很赞啊，可是650是怎样？650其实还 OK 的，其实就这个950就，可是它7寸也蛮大的，应该说不小啦，而且那个又很难做。好啦，那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我的购物车，想看就看，还有一堆东西耶。好的，那我们就先到这边。等一下，这个 list 不是 chill music 吗？为什么会那么的嗨？好啦，音乐也差不多结束了，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影格连线真的是，我不想去找解答，我想不到，应该说我不知道怎么找。我对这台电脑还没有很熟，真的还没很熟。笔电可能还可以找得出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的程式就那些而已。好啦，已经快1点了，明天还要上班上课，大家拜拜。